奴才皆宜亲王祭祀教导，知天眼震怒，奴才深感惶恐。因去求奴才驻江州超官，距场300余里，不能逐见指点，至所得此器为何圣意？此皆奴才料理魏州之咎，蒙皇上隆恩，不加延斥，奴才必小心静谨，办理稍早，以不负圣恩。